心来感动我的心，让我将你哇深深的栽在你心里面。主要说你来创造我人，主要我人每一日不需要你哇。主要我今年要过一个更加好的年。主要我相信我人更加要苦条，不消除我哇，让我人的灵啦。主要说要祝福我兄弟姊妹，你让我们需要的，我们欠缺的，主啊，我相信你要用你话来鼓励你啊。我相信你，我啥物用你话来改变我人生命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感谢主啊！咱就听这句话，好，大家讲，我咧更加好，阿门。哦，这是第四个系列嘛。哦，咱相信，咱的生命是如何如何好，有一日基督的名字是如何好啊，兄弟们。阿门。咱就是单心平心。咱就是相信有这支，咱的基上帝面，咱的国有较好，吼、哦。但是咱上帝，伊只听下啦，伊唔单止啦，袂咱建议点啥，活咱有较好，伊甚至袂咱恭敬、敬止，要活有较好，阿妹，阿妹咯，阿妹咯，阿妹吼。所以活咱有较好是上帝的心意啦。佮当咱拄着问题点啥，咱唔通放下，哎呀，唔通。挑起啊，唔通怀疑上帝，咱上帝拢是帮助咱人，拢是要予咱活了更好。哦，在你新的一年里面，我咧相信，你摕红包啊，我摕红包，哦，不是我，不是摕红包，红包，哦，摕了红包我真欢喜。哦，在你顺这边，对我兄弟姊妹很祝福，所以讲祝福无数分的钱哦，感谢主。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有啥物件？诶，好啦啦，我咧有个好，咱感觉到尽量好前面。老师，甲咱同在，啊，有主甲咱同在，咱自然会感觉到我咧有个好。啊，当咱听红包点声时，哇，咱去买咱自家物件，是毋是真好？诶，你看，看得到，佮买得到，哇，介欢喜呢，是毋是？有买新衫，有啊吼，我无买正钱，万一叫扫着啊，啊。哦，平常时咧挑工叫我去买一条衫，哎呀，只笨蛋，哦，只笨蛋，还买草皮，家己买了了，哦，买去，所以新的物件，哇，买到新的物件是有阵时啊欢喜哦，有新的衫穿，但是哦，我见的衫也是无咩打痕迹啊，啊，新是新啊，你买对洗烂的洗就个了，啊，无流水，是不是？哦，为人买新的电话吼，我们买新的电话咧，电话卡伊，哎呀用用者，哎呀，用起新的电话好事啦嘛。虽然是新的，但是阮会害个代志吼，会害有问题，啊有问题。啊有人可能在你今年我要找新的工，可能已经找到新的工咧。哎呀找到新的工，但是我达到，哎呀新的工嘛是你看，哦不是，不是人问题个了，做了无欢喜，啊做了无欢喜，啊。所以人为人就是无天换工，找新的工。其实啊，唔是工的问题，真正是就是咱人的问题，咱人问题。哦，咱个人内面无改变。啊，我记我前天是买电器，啊，我只是个买电器，买咧 VCD player。哇，大哩自己内面买二三十粒，便宜嘛，便宜上只百块俩。叫人就叫到来扫，要买买对年啊，个问题出现咧，办鱼的物件啦，啊，开起来是哎呀，这 VCD 里面内面的电板啊，是旧的，外口的壳是新的，哇，同顶家无事，啊，来找我算账，哦、啊，所以看到啊，我想这个问题哦，所以在你心情里内面，兄弟姊妹，如何去感受心情里？对你有啥物意义？你若是讲到咩新的一年，我是想，啊，为人想想，我今日即马就讲嘛，新的一年就是无想。新的一年若是甲旧年想，都无叫新年，无叫新正啦，都无新正啦，是不是？啊，啊，你边仔人讲无新正啦？新的一年，咱若要对，咱要相信今日即马，新的一年甲旧的年无想。新的一年，咱人更加有能力。哦，新的一年，咱人更加有盼望。新的一年，上帝要度过来祝福咱啦，做无相了，拢总要改变了。咱人上帝，咱人要大大经历上帝，
上帝要无停改变咱个生命，哦，咱个厝内要改变，咱个生理要改变，咱个健康拢总要改变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哦，所以咱要有一个眼光，咱有通讲，哎呀，达达你想，达达你拜主的你想，啊，达达你祈祷的你想，哎呀，达达你奉献的你想，咱要有一个眼光，咱相信每双咱做项代志是无想的，每一年我是无想，咱无停要无限。咱要无停，可能上帝传了咱，咱要无停，看到上帝在咱生命做新的工作，阿妹，咱来看，今日的主题哦，就是新的酒，就变代表你新的酒罐啊，哦，犹太人也用咩来代表酒？用酒就是用咩做的？杯做的，哦，用杯做的。新的酒就变代表你新的罐里面。咱来看圣经，咱拍开圣经，啊，马可，马可十二章 ，verse 21 to 22，马可福音，第二章21节到22节，圣经哦，改过哈，那无圣经再来找哦，很高会。马可福音第二章21节到22节，这边讲到无人将新的布披落你旧的衫，因为惊讲布起去了，新的布反而对会做歹的旧的衫，然后这个旧的衫就破了，更加大了。无人将这个新的酒啊。第一个哩，旧的酒罐，古邦样犹太人用的酒罐是皮做的，哦，因为惊讲这个旧的酒罐呢会破下家己，哦，掺酒流出来，唯有将这个新的酒滴落去新的这个酒罐内面，把如果破掉落下物件，那这个酒罐哦，犹太人是用皮做的。然后这新酒当下的酒，这个酒坛怎声？伊会发亮，伊酒是会发的。你罐那是用皮做的，坚固的，就是讲已经坚得无很坚，哦，已经坚得无很坚啊。那大新的酒里怎声？伊旧的这个酒罐会裂，所以这是讲到，下面新的酒，哇，都是上帝的作为。大家讲，新的酒就是上帝作为，啊，是上帝的作为，哦，上帝的作为就是代表新的酒。然后这个啊，酒罐哦，陪的酒罐，就是讲，就是代表人的心，大家讲人的心，哦，上帝的工，咱常常要将上帝的工放到咱的心啊，做咱的心嘛，未使是旧的。现在就要新，哦，就要准备自己，哇，无停的 renew， 我的心对上帝是新的，哦，上帝坐在面头前从来不是旧的，是新，因为无停的祝福我，无停的坐在生命里面做新的工作，所以咱心从来不是新的，咱唔能够哎呀，我达到祈祷是啥？哦，上帝啥个无听的款哦，哦，达到我拄到问题，上帝嘛是很好贵。哦，无看你到下去喎，做咱唔贪嗰个心，哦，咱要有一个新的心，相信上帝，你在咱的生命里面做新的工作。那上帝作为啥物？大家讲，上帝作为啥物？上帝作为就是上帝的救赎，大家讲救赎，上帝的医治，上帝的名，上帝的帮助，甲上帝的祝福。那上帝作为就是你祝福的人。要拯救了人，要帮助了人，要医治了人，要开路了人。啊，但是你看对方达到，请济人的心是在，但是因心是固的，因无相信。可能因在啊，但是因无去追求，无去求啊，哦。所以牧师讲，你是正是讲，你要加加求，是不是？加加求个上帝，加加求。啊，因为上帝是要来祝福了人，哦，所以。咱要准备咱的心，哦，来领受上帝在咱生命中的作为。
啊，为人啊，为人，虽然信得主，做一定有好心的善良，心灵就好。但是伊内面啊，是旧的，加上啊，有办法为信主啊。做一开始点子啊，一定力信主嘛，哦，一踏出头心的一步子信主，还能做一切好。但是过了啊，一百多了，因为伊信旧的，伊无继续跟对上帝，无遵行上帝，所以不多。 所以我一个姊妹哦，伊嫁予一个无信主的大伯，一个人若无信主，伊的一个生命个无一个叫做根基啊、根基啊，所以伊做一出做，无信主不是得分嘛，爱搬来搬去，一粒一粒袂要紧，所以伊就是嫁予啊，哈你大伯，哦，这个大伯，信心只是无改，但是过了后变化。 哇，佫去搏，欠妈钱啊侪钱，欠妈钱啊侪钱，然后这个查某信主的过程啊，其实哎呦，安怎要安尼看？那上帝无顾啊，甚至生一个囝出来，这个囝是变性的，大波，拍将真查某，哇，我讲，哦，所以这个查某，这个姊妹，哇，心情啊痛，佮哇，上帝，哎呦，安怎咧看？哦，我一个。 嘅嚟看，何我喺你硬，何我喺你看嚟一个惊喜，甚至嚟到一个坑，等我喺你，一个信主嘅姊妹，无个信主嘅，教会无去，走边就惊啦。然后，佢遮一个代志是佢病痛啦，后面啦，啊，你看到有啲姊妹，当一个人啊，信得主，佢又要无停嘅，对主有一个信嘅心，后边无停，对主唔得停。 唔通讲教咧，哎呀，坚持教咧，哦，坚持教咧，咱要无停，对求主，啊，无就是，无归，可能不多。所以这个时阵，唔是上帝无大咱生命做工，是咱无听话，是咱个心是旧的，无尊敬的话，做咱不多，离开上帝。所以是真正，真正确实，当我看到一个人，也是无爱主。 还是无咩来教会，还是哎呀，对主对主的物件无明白，哇，心正痛，心正痛哦，只要你牧师，哎呦，那这个人未爱做，那这个人未顺服，那这个人对主的心无明白，那这样无明白，心正痛，牧师的心正痛，所以这样子，所以咱要知影，下底只话，咱个咩话？亚洲这个旧的心，来讲亚洲旧的心。 认白上帝作为，认白上帝作为来讲，慢慢看，咱们亚洲为是认白上帝作为，咱们要怎？咱只要一个基督徒，咱们在讲上帝，来讲上帝，要做啥物？过来，上帝伊要保我的圣经，做啥物？去，过来，上帝为我去做啥物？啥？ 咱只要是信主的人，咱要知上帝到底是大，要做咩工作，咱要去知，去读圣经，哦，好好去祈祷。然后上帝要保我生命，要做咩？咱要去祈祷，哇，做咩切苦啊？做咩传扬啊？咱要知，上帝为咱要去做咩个？去传福音，啊，做主的工，啊，做传福音的工，到外手人工哦，听爱人的工，所以你只嘛，咱就要知影。 哦，咱的心特别是心，若是这个人啊，伊对上帝要做啥物，伊无明白，唔知，这个人的心是亏。哦，这个人，咱唔知上帝要接托伊，要传领伊，伊无，然后伊蒙查查，这个人的心是啥物？亏。哦，然后上帝问咱去做啥物，咱无去做，咱无去听，咱无去祈祷，这个人的心是啥物？是亏。哦，咱来读圣经哦。 啊，马可这个马这个故事，福音故事录音啊，马可福音第二章14节到17节。这边第14节讲到，耶稣经过行过，敢听？看到这个人叫做亚勒腓的囝，名叫利未。啊，伊坐地就伫这个罐头里，就对伊讲，耶稣地讲，你来陪我，利未你来陪我，然后伊讲呢？ 跟随了耶稣，哦，耶稣就是这个立位的称谓。
啊，罪啊！你那个啊，假借是受啊，挑挑衰人，啊，即系罪人，罪人是咩？罪人在当时嘅人是，即系当时一个啊，无尊敬上帝嘛，无去罪人，无得上帝嘅托你人，啊，甚至是一个太杂啵，啊，咩先讲罪人？你阿耶稣个单白白字，你个只那罪人个军队了，耶稣。 法利赛人听会唔住，哦，佢看到耶稣，甲罪人白白吃亏，个对耶稣回答讲：，咩事？耶稣甲罪人白白吃白白啉？耶稣听了，听到人讲嘅话，个对人讲：健康嘅人无需要医生嘛，哦，有病嘅人甲用得着。所以耶稣我来啊，是唔是要找好嘅人，唔是要找义人，是要找罪人。 哦，中国啲人本来看到法利赛人、法利赛人是因当时嘅宗教师、宗教书，一是读圣经，一部去聚会，啊，一部肯接受上帝，一部啊背圣经、教导圣经啊。但是当佢一看到耶稣甲这罪人白白吃亏，咁就一面执事。哦，如果要耶稣，咁你看你，哦，甲你无辜嘅人白白吃亏，甲你罪人白白吃亏。 嗰款了，即系法利赛人，佢是认定，因认白上帝话，但是却冇唔认白上帝，咩做方面？所以一先至古嘅，一冇明白，耶稣应该都是好嘅人嘛，哦，咩使参加啲罪人，特别是罪人。所以即系法利赛人，佢是看见罪人，或者耶稣讲一句，即系安慰人嘅话，佢讲病人啊，佢需要好嘅。 OK，你都多了问题啊！唔知你出来多了咩问题，我唔知你经济多了咩问题，但是耶稣讲，伊要来医啦，哦，要来救啦，哦，其实可能根本就不用我是一个无好嘅人，我个先一出，先一做物件无惊，但是耶稣讲讲你，伊唔是要来找好人，伊要找罪人，要找罪人，哦，罪人就何罪捆绑，我惊到你恶阿门。 你想要病起来，你想要悔改，但是哎呀，我做未到，罪人啊！但是想，所以耶稣无帮神啊啦，伊陪得啦来军队，嚟讲军队，咁来看嗬，做咩问题？但是因为咁上上咩问题？嚟问题，我先做你估，我有认白上帝作用。 上帝，我哋要做咩？你咩问一个问题？诶，上帝，你到我身入边，做咩咁攰咧？嗰只咁嘅问一个问题，诶，上帝陪我去做下咩？或者是这样后边，哦，一时，古邦是未信主，但是信得主嘛，信得主了，我只要热心嘅传福音去安，或者安啊，心就一定。 是啊，定，买起教会就是买起教会，但是这个姊妹，佮是无帮神的，佮你出去，佮你咣咣咣咣咣咣叫叫叫，哦，但是教会也唔要起教会，起教会坐了听牧师讲的，牧师讲厝一心，因一处，但牧师还，哇，然后讲牧师讲道，讲一大点声，你安未笑，惊出去，快听，快听，快听，佮伊惊出去点声是。 你看到这查某，多点点，就当病，就更加生病，就更加就来聚会啊！哇，有安尼人啊，看你面青面白，伊个硬是要来聚会啊！哦，这个人就是迄个教会长老的某啊，哦，同你来，这伊就惊出去，真耶稣，就病就得，哦，耶稣安尼讲嘛，伊就惊出去，啊，无错就惊出去。 行出去了，伊无全部病埋，安稳的地嘛。我是继续该传福音，讲，啊，讲，然后就是这个查某吼，这个姊妹，伊脚整一下，都放在面里面，才见啊，到底一边唔顶，然后去一个去聚会，伊安稳去看，还是安稳去，然后这个心定大度人就讲，老婆。
耶稣来医治他，唔惊去耳朵，惊去耳朵。哦，伊查某惊去耳朵，耳朵啦，就会了，解决啦，医他，安怎？好起啦！哦，把手往上点吼。有啲大波，佢讲神主，哇！我咧耶稣先嚟治下，万老君。然后这大波神主嘛，去到对，就会咯。佢嘅聚會當時，我看到啲查某面色色嘅，佢咪乜看會嘛？我話原來嗰時都跌跌，哦，可能跟住埋啲查某面好了。啊，上帝嗰時，我跟住嚟看到，我嗰時異地啦，上帝係。哇！即係讀聖經，我原來即上帝哇，伊係明白，天愛人，所以先做咁嘅事，哦，把手讓上帝啊。嗱，嗰啲集，嗰啲即係啊，姊妹成日都看到你，即係姊妹就係上帝活得啦，去傳福音，上帝俾拯救啦，所以傳福音嘅啊，是咯。你話即係集，我講真，上帝俾改成的做乜嘢行為，異地嘅行為，所以要命聽，要命地去隨耶穌。所以即係集我嘅人，啲心智，思念，大家講思念，所以思念先嘛，我經歷啦。上帝，哦，为人，为人就是唔认识上帝，哦，嗰啲佢嗱嗰啲啲食里面就系讲有上帝，但是冇相信上帝，得下子，你相信主，得下子咯，系啊，主你一食得下子咯，你唔贪咁大就，哎呀冇啦，主是 special 救恩啊，我，哎呀冇想啦，我命呢个歹人冇啦，哦，上帝听见都唔听，会听到，啊，你唔贪想。上帝不是安尼上帝，啊！上帝听每一个人祈祷，做哪物大代志，读经，听主话，但是祈祷，哦，祈祷是甲上帝沟通啊！你点先才有经验，哦，只一个人无祈祷，做上帝要甲伊讲话，所以上帝等下我要看耶稣，我无灵祈祷，啊！你问我讲话了，只一个时阵我无灵啊！上帝要跟人讲话，上帝要传了人，但是咱无影，无影，哦，嗰次，咱就失去了一个福气，失去了一个福气。那为有一种嘅人，心不是固的，哦，这种嘅人是咩款嘅人呢？就是无相信主嘅人，嚟讲无相信上帝。那无相信上帝是咧，一个一个大问题吼，无一个人若无相信上帝，伊会跌倒到一个坑里，咱叫做迷信，大家讲迷信，迷信吼，哦迷信，无相信主的人，虽然咧无相信上帝，但是咧总是有行嘅，总是咧，就是咩？累啊，是啊，累，啊不过家己相信家己，哦，这种嘅人。相信累，但是有一日，伊拄到一个问题，到时累未解决咧，伊会怎？找办法是不是？去找风水咯是不是？还是个命哦，招财猫好嘛？你看咧，你捌看未啊？啊，隔壁店啦，搁是外口面只摘草，啊招财猫啊，叫仔来个猫啊，哦，系白水，你出点叫伊，哦，伊哦，哇，有仔来，有仔来，有仔来，无白出点嘢，迷信。哦，为难讲，我咩系水晶，咩系水，咩系你，我咩系灯，系神，话你嘅好事。所以当一个人相信镭咁子啊，镭嘅智慧咁子啊，呢个不都落去迷信去啊？哦，我嚟看这个字哦，学，大家讲学。那我当然是一个相信上帝嘅民族嚟。这个学嘅字啊，是嗰啲阿维有宗教咁子啊，是当然发明写出来。这边一个是代表你神字旁 ，God 神，哦神，甲这个人意嘛，甲这个人，哦甲这个口是人的意思，甲上帝甲这个人讲你 Eden Garden， 哦稻田啊田，上帝甲人同在叫做托，但是今日咱相信托先啦，看，多头面。你学嗰边多头兵器，你学话都惊闹出来，关咗事，清差天一地，是唔是？先个人担债叫做学气，
但是今日你冷气，你拜日无人住，就下一个方面，我是做后背呢。哦，完全无啥物件咧，哎呦，这个叫做咩？咱讲咩？迷信。哦，迷信。来来来，看这字，魔。哇，这个魔，你将一个魔魔的字打到你鼻暗位，哦，你鼻位喏，被魔魔灭了是无？有影安尼是无？哦，咱教会都无鼻暗位嘛，哦，但是咱一群人，咱分1800多的鼻哦。哦，分得超酸，分得无够人哦。咱若无将这个满字带你教会门去哦，是不是？哦，若是有影将这个满字下给你读，你比阿尼满，我讲你唔通听一遍，都念你白讲去，唔慢。啊，你会袂了我嘛？是不是？你会袂了我，你袂了，你一日比你就袂了。哦，咱上帝看物件是无啥物用讲的，你知袂？咱上帝讲，这个比阿尼比比个比强开了。因为我为你准备了，你唔通惊了，害了，哦，害了去，我要去你无，害你姐姐哦，对，害你本国人无，哦，咱无惊，咱比阿弥比了吼，咱上天，上帝无天，给天祝福，拍手让上帝吼。所以，古巴人，我为先做点啥？你问我相信这世界是，我会甲你讲，我相信。啊，我也相信是，啊，你若讲我挂阿孙啊，你知影日头无神，日头是神来哦，哦是啊是，我相信，月娘是神啊，是，我相信不，哦，你知影咩垂钩是神咯，是，哦，啊，你对面的这个啊咩树长是神，是哦，是，我相信你，你讲我是外神，我唔相信，啊，你若是讲你讲你是外神，我甲你求子讲。啊，学习困难，每行都是为死嘛，是吧？所以我问你一件事，知嘛？这种相信啊，是不是？这就叫做相信，不是吗？他为咩相信呢？哎呀，我总宗教想你啦，我相信干了你啦，啊，相信，他为咩相信呢？这是叫做迷信，迷信，不是叫做相信，啊，你唔知他那是对神，那个相信呢？你特别知道他边人是对神？啊！你话你相信得掂，你若乱乱相信，你唔是真正相信，那是无影相信。作为人，你看这新教会，哇！为是这个电视机吼，伫个报告吼，哇！上灵验怎？是哦，上好的电影怎？啊，无星座哇！你是咩星座诶？啊，你是双子座，电影好运怎啊？啊，但是咱是上面，咱是上耶稣诶。咱唔是相信，啊！你今年若是相信，我就讲啊，明年零啊，今年零年过啊，明年是八零年啊，你无唔行，啊！咱是属于耶稣，啊！咱是属于耶稣，咱无需要去相信这个啊，相卜啦、星座啦，哈！今年上帝若是要学平咧电话，就讲啊，你相哈咪唔是假，是个了，啊！属人你来，等下你相哈咪，你是相卜、相鸟、相恐龙，做咩事？无一个好话，哦，所以像你即卖，咱唔通迷信，哦，为人就是迷信，所以唔捌上帝作为，唔捌上帝作为，那个迷失了自己，迷失了自己。上帝讲咩，伊会祝福了人，但是这个迷信，哦，迷信欺骗了人，讲咩？哎呀，你要穿红衫，穿红衫，反正都系不济。个文件吼，啊，歪曲迷信是歪了上帝的真理，这是一大的罪来。哦，所以咱新的主，咱唔通去迷信了。恁来讲，哎呀，不要紧啊，我看一个水面啊，不要紧啊，我看一个风水面啊，不要紧。我讲，这个物件是歪曲上帝的真理，哦，将上帝作为倒头面来做，哦，何人不倒，何人拢命，何人行错路。咁迷信是真难当物件，咱唔通去相信。啊，耶稣甲咱讲咩？伊要洗掉咱的罪，哦，上帝作为要洗掉咱的罪。但是啊，当咱去看电视机，去睡眠去，哎呀，今年都犯太岁，犯掉。啊，我真济人无信主，人都是一个唔对的想法。哦，你若上帝讲咩？啊？健康的人啊，佮需要医生嘛，是无？
健康的那个需要医生，但是这个迷信个欺骗啊，讲讲你，哎呀，你病痛啊，这是报应，无病，哦，证明你看病啊，未必看到病了，对嘛？你看病都看到病了，对嘛？你无可能治疗，治疗袂开啊，这是为报应哦。所以看这个迷信呐、啊，将上帝作为歪了你，哦，将乱了来你，所以兄弟姊妹。那人生的主，咱就要完全站定这个唔对的上帝。咱要帮助人种，就是要搁一道来认白咱的神，喏。上帝的话，上帝作为，就是人种写在个里，圣经。所以咱要读圣经哦，哦，咱也去咱圣经啊，咱也去咱圣经，圣经，系圣经。上帝作为，就是躲在圣经里面。好，咱慢慢来宣告哦，圣经讲。但是你完全，但是你的心
因为靠的是属个性啦，主要哈呢，无相呢，完全是无相啦。贵人属个做一面，属个波，属个龙人啊。但是新的人无相呢，新的人要是强调主，是仰望主，是想要学主的。哦，所以啊，你知嘛？咱们新的主，咱们无停的改变，哦，这个改变不是一年两年哦，是一年啊，一年啊，一年，一年到家路离开世界。 哦，这个改变是无停的，咱要无停的，无停去改变。圣经讲到咩？罗马书Romans，chapter 6:6，特别讲啦，先讲到咱古人啊，已经甲耶稣啊，白白定到你十字架啊，啊，要注意听哦，这边讲到咱古人，古的人。 只要看到这十字架时，你唔通干那看到，哎呀，感谢主哦，主替我死了，哦，无了无了。等你看到这十字架，感谢你咪上吊，我捆绑这罪的物件，无好的物件，拢总甲耶稣死了。哦，圣经罗马书第6章第7节讲明，因为已经死了的人是脱离了罪。 等罪来感谢，要叫咱犯罪感谢，所以我是死的，我免不了犯罪的。哦，但是咱免不了活落去，我耶稣是活的是有能力的是，我是向着伊活，我向着耶稣活落去，但是向着罪我是死的，我无个来免去犯罪啊。所以这边圣耶稣教导了咱，这个真理，哦，咱无材料看到自己。 无错，无错，咱看到家己赢罪，除非咱人向罪宣告讲我已经死了，我是死了的人。哦，这罪袂搁再影响我了。罪唔是我的主，耶稣是我的主，我已经我的古人已经甲耶稣白白定死十字架。所以我袂讲犯罪，哦，用耶稣用这办法来救咱啦。真侪人袂晓，真侪人。 嗰是我同你罪内面，因为伊唔知，哦，伊无读圣经，圣经上都是对佢死咯，你听耶稣系咪死咯？罪孽都该影响佢啦，我嘛都该对佢啊，哦，嘛都该对佢啊。所以有一个，有一个人名叫达尔文，大家讲达尔文，阿达尔文是虾米人嚟？达尔文是讲教，伊是讲教人是老头病嚟。 这个理论啊，这个理论就是对来，啊，是对建出来，嗰个人是哪来？嗰个人是外口嚟嘅，啊，但是佢又呢个反应嚟讲明嘅啦，啊，这个人叫做达尔文，这达尔文去到一个金矿，一看到一个金矿哦，哎呦，啊，你这招鬼，哇，啊，你这招鬼，然后一日只不过一个抗战哦，爬坡啊，家庭死丧嘅了啊。 哇！然后我咧陪你讲东西是，一整天是啉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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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啉酒咧，酒鬼个咧。了这个达尔文就起教，嗯，我俾打茶酒一个金帮个人啊，叫人戒酒，然后用了钱啊，钱年，今次啊，我俾劝伊，哎呀，我啉酒啦，咩咩咩，未听，无用。但是过无久，一个人叫做甘贝吼，伊是传道人诶，是牧师啊，起到这个金帮会。 哦，传福音哦，伊是做这个儿童的吼，儿童的暑假，囡仔暑假的，哇，家己咧传福音，然后真啊济人，佮起义教会，去这牧师的教会，然后无几辈子啊，规日金帮真贵哦，无个了伊。哦，所以这个达尔文呢，佮写了一个批，哦，这个牧师，讲啦，都讲你短短几啊辈子内面哦，做着我几年来做袂到的代志。 我实在无办法，假假是一个酒鬼，因为你会帮助我人的这个感动里面，无个叫酒鬼啊。所以，你已经，你这个牧师已经证明了，人虽然来有一个苦学，但是啊，但系有耶稣基督，记住啦。哦，达尔文是一个无神主义人，但是啊，一看到一个牧师做嘅工作，哦，原来这个人信主，佢哋生命改变，离开了罪孽。 咱人是未靠家己来赢罪。
除非你敬拜的耶稣，除非这个耶稣，他听定止十字架，除非这个你旧的人已经隔耶稣，定止十字架，这两生命悔改没有？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讲到讲明罪，别个人别做人的主，哦，罪不是人的主，耶稣才是人的主。 然后这个啊，圣经彼得啊，彼得后书第二章啊，二十七节，就比如讲到你，这个人啊，已经信主了，唔通不再得罪罪的代志，哦，要离开这个旧的人。哎，讲到你狗，这个人啊是可能得罪犯罪，不是啊，这个狗啊，所以哈，这是圣经话，讲狗吠出来物件，骨头甲己去吃。 都已经写前期了，不再走远拖了远困难的问题。哦，这个是讲到这个人，信了主，你应不上帝，你对上帝完全是无了解，不对犯罪。写前期啊，耶稣我已经洁净你了，我已经来新的生命，我来新的这个祝福。但是你搁在对你滚落去，对你滚落去。哦，所以圣经讲这种的人，是安尼人。哦，所以你知唔知啦？是信罪的人，哦，那是信的人。 哦，咱去前期了，新的啦，哦，这边讲到，古里先啊，三章十节啊，三章几啊，所以讲新的人啊，到底第一位，要无停的更新，哦，无停的 renew，哦，是无停的，直直变新，直直变新，愈来愈新，愈来愈新，愈来愈贵，愈来愈想住。 哦，所以咱是无可能直接来面向主的，咱咪愈来愈向主，哦，伫咧祈祷，伫咧读主的话，伫咧改变，愈来愈向主。好，这边讲到的知识是咩？大家讲经历，经历哦。这边讲到的知识是讲到头脑、知识，哇，我识得读得了啊，我入不上帝之。这边的知识是讲到，你甲主的关系，我经历主，主安怎改变我的生命？ 哦，到底我无为主，要看顾我；到底我无为是主，要报销我。哦，经历，哦，这边只是讲心理。哦，我那边无停的经历上帝的作为。哦，慢慢的，愈来愈信，愈来愈有耶稣的款。哦，圣经讲，啊，圣经格林点第五章第十七节，伊讲个人啊是无人，我咧耶稣基督内面，伊就是信主的人。 隆重贵代志要过去了，要变成新的，咱是新的人，咱是旧的人。哦，新的人是哪款？新的人先去讲讲，有怜悯，第一个怜悯，有恩慈，有谦虚啊，有温柔，有忍耐心，有彼此包容。 有啊，未出老少，这个是新的人，新的人。那兄弟姐妹，咱旧人已经偷皮了，咱已经请新的人去了。这个新的人啊，是有能力，能够能力。那这个人就是无材料那个，无材料包容人，包容人，人做唔对无材料去，哎，还是救，无材料去管用，这个人是无能力，哦。 这个人就是无能力的心，哎呀，这个人啊是无能力的。做新的人是有能力的，哦，新的人会原谅人，会爱人，吼、哦，会改变人。哦，说新的人是有能力的，兄弟姐妹，新的人是赢过，甚至赢过罪，贵人是无能力的，贵人是何罪拔掉，何罪砍掉去啊？哦，当这个人啊是无能力去原谅人，去包容人时，心内啊。 见了你啦，但你见了之后，罪都拔掉去，拔掉去了以后，就砍掉去啊，会无能力啊，无能力挖出一个新人的生命。哦，所以兄弟姐妹，新的一年内面，咱阿要无停的改变，咱阿要将当作无好的道路，哦，前期这个当作新的物件，当作生命。哦，正经在咱讲，咱阿先讲讲咩？诗篇第十一篇啊，第十节。 这边讲到，你那边大大的开嘴，哦，上帝话呐，大大的充满了，咱那边大大的开嘴，哦。
等那前去新人感情，咱要无天多大的规矩，拢做好物件来出面，好行为，啊，咱去学，吼，互相地多大来充满啦，啊，互相地多大来充满啦，旧的心啊，是未搁再多大规矩呢，旧的心是就白掉，吼，就像那些酒罐，酒罐啊，一样会醉，那旧的酒罐未搁再敬啊。当多上帝的祝福，上帝作用落去，所以酒罐怎啊？你，做旧的人啊，无采到领受上帝祝福，哦，上帝要加予伊恩惠啊，伊个机会啊，哇，无个咧多大，无采到多大的亏罪，无采到予上帝多大的来充满了咧，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阿咪也走旧的，这个酒罐，哦，对。也照旧的信号，认白上帝作为，咱人咧脱去这旧的人，活出主的款，吼、哦。咱慢慢起个祈祷。咱用感谢，用感谢来亲近咱上帝，咱来祈。